我们要去喝星巴克。可是你先告诉我，你有要喝什么吗？我想喝杯咖啡。你也要喝吗？你不是早上感觉没有喝到咖啡？我现在喝晚上睡得着吗？明天那么早就要起床，而且今天已经没睡好。如果再喝一个睡不着，明天脾气会很差哦。第一步就想要修理我的呀，走走走，我们去逛。我意思是说，如果今天又没睡好，我觉得我明天脾气会很差。如果两天都没睡好，太可怕了。你昨天没睡好吗？没有，没睡好，昨天睡那么少，昨天两点才睡，六点就起来。星巴克在那边。所以你昨天只睡四个小时了。他这个感觉是排出一个字，对不对？什么排出一个字？我不晓得、欸、我不知道啊。我意思是说他从上面看应该是个有可能哦。哇，有点热。这边其实蛮漂亮的。是什么字？看不出来。看不出来吗？那你站到上面一点。我们要去买星巴克，我可以请你喝星冰乐啊。怕等下会喝睡不着。星冰乐哎、欸，我不要。那它里面也是，其实都是咖啡。星冰乐有没有咖啡的吧？就觉得咪咪他们真的。他们应该在还在超市。不是，他们刚才已经离开超市了。真的吗？我们想要去，我想要喝一杯咖啡。干旱，我已经好久没有喝大陆的星巴克，看一下价格。然后这边感觉是很舒服的。大陆星巴克我印象中是比台湾还要贵一点点的。你是八楼吗？那你要喝起来很好。它厉害的地方就是喝起来你感觉都一样，就是你不会觉得说有什么大差别。这个好可爱哦。哪一个？这些人。对啊。很可爱。我觉得他们头很大，然后身体很小，很 Q 的嘞。这边还有一个什么米海新派海鲜，卖海鲜的。有一阵子没来，哎、欸，也不是有一阵，我才刚去上海，可是去上海那一次就没有待很久，那有一阵子没有在做大陆当走一走。这边还有一间炭火的锅，炭火干锅，应该就是火烤之类的。这条请加入这条鱼肉。这是歌剧院吗？4点10分，就是五点钟前让你选择号先进来。你要做什么？有麦当劳，有这个，他还有这个。有康拜，康拜刚好经过啊，刚好经过啊。有这个，他还有这个。对啊，星巴克啊，还有大疆啊，还有华为，有些也是台湾的品牌。好，走，我们去看一下，去逛。因为导游跟我们约。就下午的4点半在星巴克，所以我们就干脆先过来。从这边进去吧，还是不是？对啊，感觉进去就是另外一个空间了。星巴克。哇，很大间哎。哇，来星巴克心情就会变比较好一点。先找个地方坐，我们坐这里。你们要喝什么吗？妈，你要不要看一下，看有没有你想喝的？好，哈，你不要。阿佑想要喝什么吗？没有。不然你跟姐姐喝一杯。不要，他都把西瓜咬。不要。不要他的粥。他有芒果星冰乐啊。我的手被包包卡住了。你说什么很可爱？
周边哦。那我看一下。可爱哦。哎，他那个杯子很不错哎。他顾一下东西啊。等一下再逛啊。周边很不错。有树懒吗？对啊。你说什么？有树懒哦。哎，这边有树懒的杯子，这好可爱哦。这树懒的杯子。可是它还有一个附一个盘托啦。它这边有卖蛮多这种双层的杯子，这个也好好漂亮。这个哦不便宜耶，这个杯子179。哇，所以它的周边，我是觉得这个也很可爱。这个杯子，这个兔子好可爱，139，可是都不便宜。好，我们看新年蔡林会买一些什么。你要不要看你有喜欢什么吗？好啊，阿优会顾啊。他有新冰乐哎，还是你要喝新冰乐？他有冰淇淋，要喝巧克力。等一下，等妈咪。还有南瓜的拿铁啊。不要。都不要哈、哦，那我就点一杯我要喝的哦。我要巧克力。你要问妈咪你可不可以喝？新冰乐有芒果的新冰乐哎，还有香草风味的新冰乐，还有冰淇淋。对啊，可是它一杯咖啡的价格就是30几块啊。欸，跟台湾差不多啦，差不多。它有焦糖冰淇淋跟巧克力冰淇淋。你要不要点一杯，大家一起喝？然后我点一杯我要喝的，你点一杯，你们三个可以一起喝的、啊，就比较甜的新冰乐或什么。它那个是什么？你可以帮我看一下，就是有个杯子装冰淇淋那个，那个是像是咖啡吗？那个我不写的那个名字，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呢。我意思是说，你可以现在过去帮我看一下它上面写什么。上面。没有，他只有写仅供陈列。不然，你们要不要吃巧克力冰淇淋？那我们一起去点嘛，你可以问他，你们等，然后妈咪点。对啊，妈咪，你们等一下，妈咪会点。妈妈，我们应该先点，然后再来看杯子，好不好？不然那个可能要等一下，我们只剩下。对啊。对啊，我们先点好不好？因为它只剩15分钟而已。他跟你怎么这样有关系啊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没说话。你这样还蛮帅的，还挺帅的。有手机，有手机在。然后没有手机不要。我们想要，我就喝一杯。我想喝甜的。妈，我会不会一直变胖啊？可是我觉得来这边就是要喝点甜的。不要，我想焦糖咖啡新冰乐。啊，你要什么？那新冰乐都有咖啡啊，除了抹茶。对，抹茶没有啊，有一个芒果。对，摩卡可可就是咖啡，有香草风味啦，或者是。你就帮我就吃冰淇淋就好。哪一个？可可冰淇淋，我应该就是。啊，好好好好，那我就帮你们。它那个有咖啡吗？如果有咖啡，我应该是没有。可可冰淇淋怎么会有咖啡？哎，我看不到英文啊，那字好小。Coco， 它是写 Coco。它后面写什么？应该我也看不到。对啊。应该是没有。我帮你点了一个可可冰淇淋，然后我再点一个。焦糖咖啡新冰乐好了。南瓜四龙冷萃吧。对，记得要果然酒。对对对。防守距离反倒难弄到。
已经不吐槽了。我要一个大杯的，焦糖咖啡新冰乐，超大杯的，对，超大杯。然后再一个，再一个可可冰奇朵。这边吃。没有，不用，没关系。你好，怎么称呼？周先生。谢谢。OK， 总共我们买了73块，然后还没好嘛？等一下，好。好，我回来。怎么了？你一个人会寂寞是不是？你怕寂寞？你去看。有，我看到。可是我觉得那个树懒有点太透明了。我要陪阿优，阿优怕寂寞。好，我去看我们的好了没？有冰淇淋哎。有冰淇淋。没有饮料，没有我的饮料。我的可以，我是啊，我的你不能喝。对，我有，可是妈咪有买一个冰淇淋给你们吃。我去拿，好了，慢了，我去拿。快好了，我去拿，拿一下就好了。你是小朋友，还要爸爸在你旁边呢。我帮你打麻醉了。好，我去看好了没，好不好？你。因为我鼻子错欠揍，然后我去看好了。这件很舒服哎，这件很挑高。还没好。我看看我们时间。还剩10分钟，刚刚好，喝一杯咖啡，然后就走了。其实来旅游啊，我就比较不会 care 热量问题啊，因为其实我自己试过很多次，就是因为每天都一直在走，其实不太。冰淇淋来了，超棒！我天哪，悠悠，你帮忙拿冰淇淋好不好？冰淇淋来了，你在那边，你看我们的冰淇淋。哇天哪！是我，是你跟妈咪一起公家，也没有。对，可以再给我一个汤匙吗？好，可以，谢谢。阿优拿好，这个放中间一点，好，去拿去。然后我还有一个新冰乐。你有看到想买的吗？都犹豫一下。没关系啊，我觉得，可是我觉得要买就要赶快买，因为星巴克就是你换了别间就不一定要。对，根据我们的经验，星巴克你要买就拿，我就帮你结账了。我想一下嘛。好，我们只剩10分钟哦，现在20分了，你赶快吃冰淇淋，想一下，要我就赶快帮你结一结。我的新冰，啊，有，我的新冰乐快好了，感觉是有点慢，不过还好，它那个是外带杯，外带杯比较没有关系。他在帮我挤，哦，在挤巧克力，哇，这杯热量爆表。包心商就好。对，谢谢。没事。好，好了。你要买吗？你要买就快，要不要买？哦，给我的汤匙冰来。对啊，你要买就快哦。
好啊好啊好啊，你帮我喝，悠悠有本钱喝上面奶泡，因为悠悠很瘦。好，你赶快赶快。要把这个打开。对，不用不用，你就吸管在上面就好了。你有没有想要买什么啦？快点。那买这个多少钱？有点贵。有点贵，239，有点太贵了。算了，你再看看，我觉得还好。可是这你要用在哪？喝咖啡啊。这个不行，这个我绝对不会让你买，真的。你那么不爱洗东西，而且这个会掉。喝咖啡的时候。好，你决定了，你要买吗？确定，你确定，我就赶快拿去结。就是喝咖啡。快点，不然你要赶快去吃冰淇淋。这个。可是你在家不会用这种喝咖啡啊。这是带出门的。对啊，你在家你自己决定啦。我觉得上次我们没买到这个，这个也蛮可爱。可是这应该能找到更好的，这个。这个很可爱。对对，我觉得这应该能找到。这是什么？它是兔子。兔子啊！我觉得它是因为摆了这个，就大加分。就是这样。对。对，哥长得对，这样穿。好，我们赶快。我记得是5万多啦。哦。这也是双层。对，再看看好了。好了，我们先赶快吃冰了，剩10分钟。我们因为跟团啊，所以绝对不能慢，剩下7分钟，我们要赶快吃冰了。好，就先录到这，花了75块，拜拜。